这群玩家是由一群电影 对电影充满热情的实况组所组成，包含片商王董、导演丁毅、广告商大凯及咪咪咪、小五、毛子啊，总少一个，直接把这次其中一个演员丢掉了，太过分了吧？你要这样凑，受控，对，受控。蓝蓝包，你们以为只有我输了吗？嘿，你们也输喽！路易吉在澡堂用乌贼吃狸猫的时候被抢走了。乌贼吃狸猫？乌贼吃狸猫？我觉得他可能都没有很怕这些东西。漂亮。狗咬他竟然比子弹还有用啊！对啊，这个最好的打折，我觉得还是我们的 Surfshark VPN 17折优惠，这个才是最棒的打折，对不对？我来了！既然你们都乐意 ，OK， 直接命中。我本来就与你拼。了解你的潜力，哎，可惜的是真相。OK， 要不要打下去？快点，车要翻了，我们要出轨了！灭了他！快把那些板子打掉！欧耶，换道换道，换道，早说！嘴给缝上！哎，对，陷阱！哎！这区很赞，很好玩。哎，对，不赞了。哎呦，哪来的？好啊，直接把我游戏，直接把我游戏掐断了。用这个？用哪个？谢了。老鼠隐形离对面太近会被看到吗？这取决于对面有没有张开眼睛，不一定，这其实不一定。如果你可以在他眨眼的那个瞬间，蜘蛛来咯，对，猥琐一点，嘿嘿嘿嘿，嘿嘿嘿嘿嘿嘿，哇，把他丢过去了，有，等一下，什么状况啊？这什么状况啊？什么意思？你怎么拿那野人丢我？不是，哎，这边有那位陷阱。来来来！我靠！我的天哪、啊，太狠了、啊！这个女人，我要触发那个陷阱啊！有陷阱，这些女主播好像就是坏女人哎、欸！哇，不是，女主播又在乱杀了。快走啊，吴主播，你直接走啊！我已经起来了，我无话无敌。完了，吴主播又开始变变了。没有没有，我已经上来了。你可以不要拿枪指我吗？丁毅，你先吗？哎、欸，我的枪！哎呀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要把咪咪给干掉，我要把狗带走。喂、欸，我靠！我的天哪！你心理变态吧？不是，把他掐死啦！你们真死了！等一下，我救狗，我救狗。好，那我在那边等。你不要啊！你不要啊！你要这样是不是？不是、啊，他自己跳下去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嘿，对，好啊，你现在要这样，无法容忍你这种行为。手拿过来。右边那个。
右边。哇，你只老鼠怎么踩死干嘛？王永杰就去乱编。我靠你啦！啊，第一年凶悍的啊，第一年凶悍嘛。哎，我跟你学的，我跟你学的哦。丁毅真的是哦，在这里，在有洞有洞，进洞进洞，够了吗 ？Go go go！ 进洞进洞，进洞进洞，进洞进洞，快点野蛮人，阿班尼，哎，你把白痴也先掉，啊，是是是。跳下去了，你把吴主播也给。这个也献祭了吧？哎，不要这么，这个没有尸体呀，吴主播。死啦！我这个东西可以撞爆所有的东西。你不要说，不是，他这个很强，他这个很强。什么东西？不是，这个盾牌就很强哦。哎。有怪物啊！有啦，炸弹，炸弹就是这游戏最强的东西。哎，什么东西？靠！哇，真的好强，真的好强，炸弹真的好强！哈、啊！直接炸了，直接炸了！哎哎哎，坏女人这边闪！真的坏女人哎、欸啊，这个真的太坏了！哎、欸，这里也有陷阱哎、欸，这。这个你还你先吐掉这个陷阱，来，啊啊！你是牺牲召唤是不是？你怎么把吴主播杀了、啊？不是我自己吐那个棺材的棺材掉进去，把吴主播砸死哎、欸！那、啊、这狗怎么办？你要喂它吃东西可以救它吧？这里喂它吃藤条。OK， 你就继续耍白痴，你看我会不会？五颗。哦，又这一关，哎、欸、啊！你把我鸡打死了，你也不用不讲话，王姐，我其实知道是你，我看你会不会自己撑了。我把你鸡打死干嘛？我不知道啊。哦，大凯这把好像也能到哎、欸，靠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大凯难道到了吗？我看到了！今天就是我们这些肥宅的日子了。4月1号，最有可能被拿来当玩笑，可以假装告白的日子了。各位，一切都可以用开玩笑带过。大家加油！爆一下大海量，大海没头，脚很勇猛。哈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啊？啊，吴主播偷偷这样啊？啊，太扯了吧！一键三连，吴主播这样偷臭哦，没关系，没有关系，转消失了，下一个就是吴主播了，还有一步，看一下，丢，他到这边看，丢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这里也在丢头，没有关系，要这样。我发现没有玩游戏是有够多的，因为我现在有个习惯，我去地下街就会买游戏，上礼拜就是没开台整理，就把它整理出来了。P4P5 的，这 P4P5 的游戏哎，推拳是这样哎，推拳是两叠呢，太狠了，第一太狠了，第一把胜败关起来了，静观其变，你知道这种状况，你报警的话，我这个丁毅大师可是会痛下杀手啊，豹哥哎，台湾电竞来说了，整个电竞加起来就是台湾的Faker哎，他妈跑去韩国比赛，然后得韩国冠军哎，太扯了吧！然后韩国跑跑应该就是全世界最强的跑跑了，还没赢过你就不算称霸，只要我不跟豹哥比，我就不会说我输给他，我跟豹哥五五开。为什么楼下没有办法、啊？为什么楼下没有办法有一个人直接就卖吐司呢？啊，我不会点起来，越点越不爽，不点了，再跑一把。为什么楼下没有吐司店啊？为什么啊？吐司店哎、欸。大凯，我觉得你直接开始有没有战法了是吧？OK， 你们是第二圈是不是？大家放心，哎、欸，你们一定有机会追上，战术已经打出来了。哎、欸、靠，他们甩过我嘞！靠，怎么可能？哎、欸，挡了一个，好哎、欸，竟然在这啊，大凯！哎、欸，我挡到一个，哎、欸，他们甩过我嘞，超爽的！大凯，借过。哎、欸，打到！哎、欸、靠，怎么是你啊？哎、欸，又是你！球球，别再玩狮子狗了，不想再输了。兄弟，再信我一把，我狮子狗猛的。
又是我！哈哈！你还想逃啊？你们还想逃啊？那个宪兵都死了！哦，你们还想跑啊？蓝方，你们以为只有我输了吗？嘿，你们也输喽！哈哈哈！哇，那个光棍很麻烦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干你娘嘞！我要点招的闪现，他没看到吧？来，谁恐慌是谁 ？OK， 你就是下一个往前的。哇靠！你还打队友？哇哇呀！你打的这太不爽了！哇，他在打另外一个！呜！哇靠！哇神奇队伍！我的狗狗叫布丁。OK， 完了，陈布丁来喽！开庭喽，各位！主播怎么没有造型？这是我今天的午餐。少爷，你讲的这些我都知道，但什么时候要刮胡子？我不刮胡子就跟我玩 AP 狮子是一样的。我怕我胡子一刮，人长得太帅。你们明不明白？主播是耳男吗？哼，主播是渣男。AP 狮子现在拥有 75% 的胜率，哎，啊，我这个六角形是怎么回事？不是，我这边怎么感觉腰断的？AD 一定在后，一定在后面的、啊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让这个人没有体验。哎，对对对，一出来又把他打死。来来来来，再来再来，他应该会往队友后面走。哎，来了来了了。哦，这是有 GA 的哦。你好啊，旅行者。哎，我靠！我没擦、啊。你不要管我！我靠！你这讲谁看？德玛西亚的王子，你给我讲谁？就是这里，就是这里！哇哇，可以，这个 AO1 完美！哇哈哈！看起，哎，这个我看看戏了。啊！太平盛世，太平盛世，把乱源都处理掉了。我是说聊天室的，我是说聊天室的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一直打自己人啊？哭啊！被判白球吧，醉啊！阿丁很难过的，为什么大家要这样子对我？哦、我应该用眼睛才对。要不我也爆一个大凯的料，大凯是僵尸，是不是？大家都知道的，这能算料吗？我主播是我找来弄大凯的吗？是我朋友看那个游戏大乱斗的那剪辑吧，然后说什么，哎干，说师转送两袋垃圾给你，我傻小，你有认真在看吗？有啊，我在看啊，不是啊，他就是在说你啊，啊，你再看一下，你再看一下，没有啊，就是在说你啊，我到底傻小，我就受不了了，知道吗？然后我要跟他说，你是不是看到旁边聊天室都说丁力，那个是因为他说两个字的。跟他白痴欸，我天哪，这群现在状况如何？分崩离析，我打赌你看完这个东西，你一定会去洗手间。你们可以去 FB 滑一下，阿毛最近很常出现，之前都下 BB 完就走了。你这个买便当的确实不应该惹我这个导演啊，一定是在藏人。怎样，我刚刚这样子关完视讯就这样，欸，快快快。对，我就让他躲下去，是不是？白痴啊！少爷说我就该乖乖吃西沙。少爷这样开我玩笑，有经过我同意吗？我不知道像妲己红颜祸水。你觉得自己还有救？我是红金吗？哦，不是，那个是貂蝉。那你要看看谁是董卓。等一下我帮你静音哦，继续吼我。
给我垃圾。我怎么听说他这 OBS 密码被我绑着？你说了算。哦，要乱讲，大凯又在乱讲，感觉要帮大凯把头接回去，他需要训作他的大脑一下，让谁入魔？你说我让魔修22入魔，才会演变成这个局面的事。我这里有一颗能治好阳痿的丹药，你有没有兴趣？我现在会战要怎么办？我现在比较好奇我会战怎么办，还是把他带走？把狮子玩带啊，不是把狮子带走。七点，你说我现在打到下午七点，我就会自动获胜了。胜败好几天都不开台了，我对他做了什么？我把他关在地下室里面。哇，完了，我被这个海胆。不是啊，这个狮子鱼。Oh no， 这狮子鱼，狮子鱼又是你来乱，我很忙哦，哎，99.6%，妈的去死啦！有好多好多狗狗鸡哦，哇，好多鸡蛋，发财啦！嘿嘿嘿嘿，我可以直接吃吗？补血，按。等等，空气不足啦，超重啦！萌萌啊，还是偷萌萌？萌萌，你真的很坏哎、欸！你在干嘛呢？摆一摆手，等一下。吸干嘛吗？还是被鱼撞到腰了？哦哦哦！我哦哦！怎么办？我不能像狮子玩这么没有负担的讲出我的腰，我只能哦。我还没有学到最重要的精髓，我只会哦。这边船不会坏嘛，我这边眼睛闭着往前开。OK， 好。嗯，到了吗？到了吗？到了吗？我知道，撞到就到了。会懂，会听，会懂一声。哎，棕色的，走开！我没有想要杀你啊。干，被骗，杀死啥都没有，好烦哦！快中我，不够狠 ！SHIN， 生日快乐！这样有狠吗？留一颗，可以啊，留一颗啊，毕竟一个人有两颗。娟 BB 掉进马桶里了，可以救他吗？娟 BB 怎么了？嗯，我很有力气。说他可爱的通常都是就是对宠物有一些就是比较喜欢宠物，所以说阿丁可爱的应该就是受控，对，受控，聊天室都受控，终于抓到聊天室的性癖了。感谢你的订阅哦，天灵灵地灵灵，地月来显灵，打不定地灵灵，地月来献礼。